想象，快乐学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们帮学龄前儿童准备了好看的故事、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游戏。真的是真的，有这么多得奖佳作和 Disney Channel 原创的学龄前儿童节目， Playhouse Disney 是寓教娱乐的最佳选择。现在超级团队要上工了，你的节目以发展幼儿全人教育为创作基础，可不是吗？来吧，先让小朋友们在米奇妙妙屋接受早期数理教育。让我们一起数。现在我们要找出和气球破洞形状一样的贴纸。再跟万能阿曼学习日常生活技能。你好，万能阿曼修理店，你打破我们修。夜刚户之后，哎，金刚下力了三户。还有喜乐之英雄帮助他们培养团队精神。蜘蛛要大家团结合作，你们是一个团队，金金加油。一二三，小熊维尼与跳跳虎会引导他们用逻辑思考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开始问问题。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侦探认真的。小小马戏屋的好朋友们一起手舞足蹈练习肢体律动。小爱因斯坦和邦尼快乐城要借由艺术和音乐加强学龄前儿童的表达能力。这些阶梯在奏音乐耶，真是太奇妙了。欢迎大家一起唱。学习环境，还有双语播出，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语言，有国语，你也一样站直双手叉着腰，还有英语， Be real tall and put your hands on your hips too。 Playhouse Disney 保证让学龄前儿童在零广告的环境下不受任何广告干扰，专心学习，尽情玩乐。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小宝贝们天天开心快乐长大。下次再见喽。